为什么英文会比中国中文多那么多呢？所以，我跟你讲，这就小铁，你发现了吗？这帮孙子的对中国人中文和繁体中文和繁简体中文和英文之间，他完全设了一个防火墙。你发现了吗？中文和英文如此之变化，它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 AI 说它偷懒儿，遇到中文了它懒点儿，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它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对不对啊？这为啥我说你看你和菲菲做节目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抓住这个重点，这个就是革命性的，全人类第一个挑战 ChatGPT，而且 ChatGPT 被共产党中文。里边有繁体中文，就是台湾中文、香港中文和大陆中文和英文完全不同，所以 ChatGPT 是一个完全是被政治和利益群体和科技大佬和整个 OpenAI 背后的控制者所控制的洗脑的神器，它是人类的危害、自由的危害、向往人类民主法治的危害。